见他所见，思他所思。你兜兜转转又回来这里，可有悟到什么？有位故人已等你许久了，机缘已到，这最后一幅画便是答案。去吧，这个故事没人比他看得更清楚。山上冷，吃不着什么好酒。千辛万苦寻到这里，想必不是来陪我解闷的。你心里一定有过不去的事，或者放不下的人。我也一样。我杀不了那只猴子，没人杀得了，除了他自己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也许那是唯一的办法。他没得选，我也没有。天命。天地不仁，天命不公，一路走来看不见，仔细看别说太快。
不知为何，一见到他，我就想起了很多事情。你这猴子真令我欢喜。当年他被押解在妖台，刀砍斧剁，枪刺剑铺，毫发无伤。如今他就用自己换了你来，让我试试他有何不同。躲不过这刀，还不如再来一棍。人心一念，天地皆知。七年修道者，日本无关键不可开，无绳约不可解。如今我终于明白，是我自己，唯有自己。白骨无绳，你且坐，手下败将，兵无神指。身不雷霆，内霹雳斩。今日不够尽兴。
如随我先回天上大醉三天，再大战300回合。
果真是个好猴子，既然帮你，便帮到底吧。
我听见人讲说，这妖精有千倍，我老孙比那王位还高千倍，他敬之如父母，视之如神明。你怎么说出唯独望如来方便，把孙悟咒念一念，退下这个金箍，交还如来，放我还俗去吧。大肆圣旨，放怪我看那贪赃枉法之官当何罪？什么小金子都请。那怪说有些认得我。想必不是凡间的怪，多是天上来的精。好好，大家散伙。睁开你的口眼，这就摘下来给你看看。我遣众兄弟一路侍你，就是为了这一刻。难以忍候，直到今日，我才明白，一时明锁不住他，一道孤困不住他，以肉身之死换一年永续。但愿你不会辜负的，我心结已解，你的路才刚开始。